准战神区的决赛圈有多质量，这个圈居然还有三十多人。这个圈33个人也是非常的质量呀。如此质量的决赛圈选点站点就格外关键了。随着安全区刷走鲨鱼计划，寻找新点位。虽然已经有想法，但他不想独自冒险。让队友先上吧。队友安全抵达前面防区，鲨鱼才跟随站点。这个圈这么多人，队友居然还贪心空投，果然不出意外被连打逮捕。说这么多人的圈，你还敢捡空投啊？鲨鱼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不敢乱走，静等安全区刷新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看到前面有车进圈，鲨鱼成功收下一个人头，可没想到队友此时一瞬间到俩，这不是给自己增加压力吗？敌人干拉猛攻，鲨鱼架枪拿捏敌人。还有队友在对面防区，鲨鱼细节观察封烟，避免被偷。此时二楼对面可以灌雷，鲨鱼只能下来一楼，让队友爬下来救。下来，楼上被炸。敌人不断丢投掷物，三号果不其然被炸，好在成功救起二号，分担压力。说了会被炸，还他妈的被带了。但鲨鱼很快就会发现，队友完全就是拖后腿的，自己就是封烟舔个包，可队友又被炸倒了。鲨鱼自顾不暇，已经不想着急救了，而是卡视角防止敌人莽进点，没想到后面来人了。对面很嚣张，一直绕，鲨鱼势必要教训这个烦人的家伙。其他人和对面敌人打起来了，鲨鱼这才有机会救队友，成功救起队友。发现对面起烟，鲨鱼细节往烟里灌雷，没想到成功灭队。队友也跟在后面丢雷，结果丢自己脚下了。有雷，还好炸不了，否则就不只是拖后腿了。这队友只剩最后几人，鲨鱼再次喜提一个人头，只剩最后三个，基本上确定在对面了。鲨鱼这个位置可以说无敌。这个位置，敌人就在前面屋顶，鲨鱼找准机会先秒一个。虽然敌人成功被救起来了，但还是被找到破绽，再次顺利。敌人要救队友，鲨鱼骑马猛攻，没想到对面在二楼不敢下来，鲨鱼先把人头补掉。鲨鱼不敢冒险强攻，反倒是这队友比较勇，不怕死，傻人有傻福。只剩最后一个脚步声靠近，鲨鱼卡好位置，成功拿捏。鲨鱼凭一己之力带飞拖油瓶队友。